立法会议员今早参观东铁线过海段的金钟站和会展站，延展了的东铁线全长46公里，一共是16个车站，其中4个是转线站，连接现有5条铁路线。金钟站是东铁线的新终点站，亦都是四线转乘的超级转车站，将东铁线连接荃湾线、港岛线和南港岛线。会展站内有大型的图片展示东铁从九广铁路至今的百年历史，又展出建造这个车站时候所发现的三枚二战时期炸弹之一。会展站处于商贸核心地区，直达世界级的展贸中心，将来从会展站到红磡只需要5分钟，到九龙塘只需要11分钟，非常便利的。